48 TV， 也谢谢他们为我们带来表演。那首先先请我们成员先跟大家打声招呼好吗？来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们是 AKB48 TV。 我是曾诗瑜。我是刘杰明。我是张雨林。我是潘之怡。我是显迪行。我是刘雨晴。我是邱品涵。我是陈思雅。我是林云欣。我是李梦辰。我是刘晓晴。再次来听任贤掌声好吗？哇，我觉得呢，我们成员真的很可爱，粉丝朋友们也很可爱。他们刚刚表现怎么样？歌好听吗？好。的那个一开始活动播的那个 MV 大家有看到了吗？有看到了吗？刚刚看到的其实是这个短版的，但是当然刚刚带来的歌曲是这个完整版的。相信大家呢听到歌一上场的那当天晚上就发烧了，然后阿里山上没有医院，然后工作人员还特地花了4个小时然后下山帮我们买药，所以觉得真的很谢谢工作人员，如果没有他们的话可能撑不到拍完这个 MV。那我们是不是也给辛苦工作人员掌声呢？成员们在我们这个镜头前努力的表现自己，工作人员也是在我们这个背后呢努力的，就是帮他们呢，就是让他们有最棒的表现这样子。那除了 Mina 发烧了之外，还有没有其他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来，平涵。就是前几天我们大家有一起在公司看 MV， 然后我看第一次的时候还没有哭，然后看第二次的时候就哭了。你要哭怎么了？就是想到我加入 48 Group 3年的时间，然后发生了很多点点滴滴，然后一直到现在终于有属于我们自己的 MV， 觉得太感动就忍不住了。太感动，但是大家呢用点掌声帮他加油一下好不好？就是在还没有就是成军之前，其实也是经过研究生等等的实习，到现在终于就是变成了就是正式的成员，而且呢已经有了第一支 MV 的作品。我相信呢，跟就是可能比较后来进来的一些成员比起来，应该心里的感触是相当的深，对不对？对，就是体会过很多事情，然后一直到现在终于有我们自己的 MV 了，就觉得很开心。恭喜你们，终于呢也跨出了第一步，也是把第一个孩子生出来给大家了，对不对？好，今天呢非常谢谢我们刚刚的 TP 我们带来这个表演之外，今天除了呢现场媒体朋友们还有粉丝朋友们一起来见证这一刻，我们也邀请到了呢非常重量级的贵宾长官来到现场帮我们加持一下。现在呢，会紧张吗？会紧张吗？谁？对，没错，就是我们 TP 的幕后推手，让我们掌声欢迎好演员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子鸿老师，掌声欢迎。中间跟大家讲几句话好吗？谢谢大家，各位久等了啊。经过这样一波三折，我们终于出片了。我自从我们接手这个团队之后，我就告诉我们的全公司的同事，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用最快的速度，让这些辛苦努力的小朋友们可以最快的跟大家见面。当然这中间的过程就不多说了，真的很辛苦很辛苦。然后我在这边真的要谢谢所有的粉丝不离不弃这样子一直支持我们，然后我也要谢谢我们的工作团队，在被我这样高压之下，我们终于把成果做出来了。然后也要谢谢我们的团员，在这么辛苦的状况之下，你知道我们在阿里山，我每天都跟他们在连线哦。其实那天大家看起来每个人都很精神，都很美哦。其实好多病号，那天其实很多人都生病了，然后很冷，其实看得有点不忍心，但是没办法，为了呈现更好的作品给大家，所以大家都撑着。
也撑过来了啊，那真的很感谢，很感谢大家。然后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更好。然后在大家的支持之下，然后还有我们所有团队跟团员的努力之下 ，AKB48 Team TV 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我们沈浩老师。而且我们沈浩老师加持的话，我们的成员一定会更加努力，把我们这个最好的歌曲、最棒的表演带给大家。那当然，今天除了我们的那个子红老师来到现场之外，还有另外一位贵宾是来自于我们的浪 Life。那大家知道，浪 Life 呢是我们亚洲第一娱乐直播平台，一直以来呢都是我们带来非常多这个优质的节目。今天呢，在我们现场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浪 Life 的节目部总监陈绮陈总监来到我们现场，掌声欢迎。总监好，陈总监也帮我们说几句话好吗？来，总监今天请。他们表演的棒棒。好，小不小天天看到他们，非常好，这就是我们要来让你们实现你们的梦想的一刻。我们浪奈以及音乐的制作人合作，然后我们这一次的合作将会是一个新媒体跟 AKB Team TP， 不能讲错啊，对，创造出更多的可能性。这一次我们 Long Life 跟我们这个人气女子团体 AKB48 TP 合作呢，我们将给予最大的媒体上的资源，然后来支持他们这次的首张单曲，创造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偶像直播的新时代。除了这一次我们会帮 AKB48 Team TP 开一个官方账号，让大家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些活动，还有一些幕后的彩排，所以各位你们都要好好的支持他们，在他们的直播间里面，他们也会每一位成员来到我们浪浪周老师以及我们的总监，现在呢在为大家进行签约动作，稍后呢也要邀请我们的媒体朋友们帮我们来捕捉这历史性的一刻。我们今天呢，好，谢谢我们两位，那现在来比帮你们收一下，请我们两位跟我们十位成员一起呢来拍一张照，来两位的这个好，两位这个握手的形象跟大家稍微靠近一点，好，来这样子，好，那不好意思，那个大哥帮我先把背板稍微关暗一点，先看看中间镜头，好，中间快来看左边，左边，好，右边这边再看一下，好，最后我们再次回到中间的镜头，给大家五秒钟自由捕捉的时间，来中间这边看一下，五、四、三、二、一，好，再次热烈的掌声，恭喜我们这一次的签约合作圆满，希望呢到时候能为大家带来那个最好听的音乐以及最棒的娱乐。那当然，今天呢，我们除了两位呢进行了这个签约之外，我们的总监说啊，刚刚我们这已经好不容易呢正式要签约了，那我今天带来一些小礼物祝贺呢我们到时候成员在我们的浪 Life 上面直播的时候可以顺利，所以带了小礼物要给我们的成员，来请我们总监交给我们的那个成员，哎，还有一个对不对，还有一个，哇，我们直播双宝，来谁要帮我们接一下，好，来，好，给我，好大好大好大，好，来，等一下，边看右边，好，中间三秒钟，三二一，好，掌声谢谢我们的陈绮陈总监为我们带来的礼物，也希望我们成员们到时候呢可以带来非常棒的这个直播的娱乐内容给大家。好，那我们谢谢我们的陈总监，可以回去休息了，谢谢。那接下来呢，除了两位这个捧着我们那个陈总监带来的那个礼物之外，大家知道我们的这个首张 EP 勇往直前即将会在12月25号正式发行，而这一天呢刚好也是圣诞佳节，所以今天我们子红老师说帮大家带来一个圣诞礼物，哦，是什么呢，是什么呢，虽然说是礼物，但是有一点点小小的难看，因为呢我们的这个12月25号的时候 MV 跟我们的 EP 都会上市，而我们的 MV 如果呢可以在一个礼拜突破某一个数字的，这个礼物要靠大家帮忙，对，我的
因为我们这个 MV 真的很辛苦的拍，然后希望大家多多点击，多多分享。那我跟公司团队大家讨论之后，如果我们一周之内这个 MV 的点击不要多超过10万就好了。好，很容易吧？对你们？好，可以吗？可以。我们就去弄一辆大的观光巴士，把 APP48MTV 弄在上面，去游台北市，让所有人看到我们的团队，我们的团员是这么好。所以我们去租一个大的2层的很高的很显眼的观光巴士，对，然后把大家都放在上面，对，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小小的诚意哦，是大概是长这样，大概是长这个样子，但是到时候不会只有这么小了，它只是十分之一啊，不好，百分之一的版本而已，大概是长这样，然后他们的。对，到时候我们的成员都会在上面，让我们看到。你们在那个台北街头，如果有看到这辆巴士，然后呢，就把它拍下来，就传给我，好不好？好，麻烦大家了。那他们这个就要这个点击10万次，其实就要靠大家一起帮忙，帮我们的团员圆梦，好吗？谢谢大家，谢谢。好，谢谢我们子宏老师。那我们是不是要有图有真相？不然到时候说我们今天讲了之后，那我们到时候没有这种话，就当没这回事。所以我们拍一张照，对对对，有图有真相，拍照存证。你现在说的话，每句都会变成呈堂供证啊？没有啦，没那么严重。好，来，大家稍微靠近一点。不然这样子好了，既然是10万的话，帮我比个10好不好？这样10的话，应该是右手一，右手一，一。好的，谢谢我们子宏老师，也希望我们各位呢粉丝朋友们可以用力的帮我们支持捧场宣传，谢谢子宏老师。好，谢谢，然后不好意思麻烦你，谢谢。好，那因为呢我们刚刚呢好像没有拍到只有12位成员的，对不对？我们捕捉一张啊，稍微后退一点点，是不是？画面大概在哪个部分刚刚好？帮我们变两排吗？好，帮我们排成两排好吗？好，来把我们排成两排，让我们的这个媒体朋友们帮我们捕捉一下。刚刚那一字排开，阵仗相当大，但是现在呢稍微温馨。你知道12月是一个温馨分享的季节，所以这时候呢，让大家这个就是充满了爱心的感觉，有没有？大家聚集在一起，看不到，等一下后面的有点小只啊。你到旁边的，你要不要到旁边？不然我们把飞箱挡你挡得很，你已经蹲这么低还是挡到你，可以吗？这样子呢？好，来，大家稍微集中一点，帮我看中间的镜头。穿裙子可以吗？小心哦，因为呢，这个今天的每一位都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资产。怎么样？后面的靠近一点，后面靠近一点。好，那这样子可以吗？你们。中间不要留得到你们，对对对，天气有点冷，大家可以休一下，可以休。好，靠近一点，这样可以吗？而且为了要配合旁边的成员的身高，还要稍微蹲一点，真的是很贴心啊。好，来看一下中间镜头，来，大家帮我摆一些青春甜美可爱的 pose 好吗？好，来看一下中间，好，然后视线稍微往左边一点，左边这边也看一下，左边。好，右边这边也看一下。好，再回到中间，我们再一起比一个爱心好不好？大家都统一这样，对对对，双手这样子。不好意思，我拿麦克风看不太清楚。对，这样子的好吗？两个一起比也可以，但是帮我都比这样的爱心。好，来看一下中间镜头。好，接下来左边的镜头，右边这边也看一下。好，最后回到中间，给大家10秒自由捕捉喽，来10、9、8、7、6、5、4、3、2、1，好，谢谢媒体朋友们，谢谢，应该都把他们拍得美美的，没有问题。好，来，请我们工作人员呢再次把麦克风递给我们的12位成员。这一次呢，我们的这个首张的大家好，我是玉清。那因为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训练时间，我听到歌曲是《勇往直前》的时候，有点吓到。因为其实我是一个蛮放不开的人，一开始练习的时候，老师一直觉得我很尴尬，
害羞内向型的，对，跟我一样，嗯。然后之后我就看了很多前辈们的影片啊，知道他们怎么去表演跟诠释，之后了解我们中文歌的意思，我真的觉得这首歌真的很适合我们听 TP。这首歌的感觉给我感觉是友情、勇气、友情、勇气，还有希望与期待。因为未来的路还长，我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走下去。这首歌带给我这样的感受，我也希望你们有同样的感觉，然后爱上这首歌。谢谢。大家喜欢这首歌吗？对，你们已经爱上了，到时候要让更多人爱上，好不好？好，而且呢，因为勇往直前的这其实真的只是第一步，那接下来呢，可能还会有很多比这个阿里山拍 MV 更加艰难的挑战等着各位。不知道大家对于未来的自己有什么样的期许吗？阿贝桑，阿贝桑，嗨，你过敏吗？你看你说搞，一直朝着迟到这个目标努力到现在。我想大家都是非常开心的，但是迟到并不是终点，从这里开始才是偶像人生的起点。我想接下来会有更开心、更努力的事情发生。那时候希望我们可以一起签到、分享、支持，想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谢谢。好。成员们的分享，但是今天大家觉得只听一首歌过瘾吗？是一首歌曲《樱花瓣》，掌声。画面 OK 吗？好，来请。因为我们中间经历了一段时间，然后现在终于可以重新出发，然后选的这首歌刚好很符合我们的心境，词也写得非常好，然后第一次听的时候觉得其实真的非常感动，就是我们大家要继续勇往直前，对，然后很谢谢老师愿意这样帮助我们，然后用最快的速度让我们完成在年底发片的这个心愿，对，谢谢老师。谢谢你。谢谢。发片过程有没有觉得遇到最困难？最困难的是，哎，最困难的是，爱哭的雨晴。好。最困难的是，因为我们其实因为很多都是学生，我们练习的时间其实真的没有到很多，然后我们大家都会有限的时间，会抽空。就是约一约，然后去练习，希望把动作都变得非常的一致。嗯，对，也要谢谢就是粉丝们这样的支持我们，然后我们自己也会努力。对，未来的路还长，我们一起加油。谢谢粉丝对我们的不离不弃，真的。你这次在拍摄新歌 MV 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多的团员成员是抱病号的？对，因为阿里山的温度真的是日夜温差很大。晚上大概3-4度，然后早上太阳出来的时候，结果头皮就晒伤了。对，对，就是突然太阳很大，然后整个就突然开始喷防晒，然后原本晚上是一直穿外套，然后早上是喷防晒，然后所以原本身体其实有一点，因为睡得很少，所以我觉得抵抗力有点变弱，所以就变成这样感冒。怎么样克服这些困难，顺利拍摄完这个 MV？勇往直前，一直真的，因为这是非常期待已久的作品，我们都不希望因为一点就是小小的困难，然后让这个作品变得那么不完整，所以我们大家会拿出我们所有的能力。而且阿里山真的帮了我们非常多，因为阿里山的景真的非常漂亮，太漂亮了。往后看就是有非常漂亮的美景在支撑着我们，感到无比力量。我说旁边有很多漂亮的美女。
因为阿里山对于台湾来说，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一座山。然后它的日出就象征着希望重新升起的感觉，非常符合这首歌的意境。然后因为 AKB48 Group 从来没有在高海拔的地方拍过 MV， 然后我们是作为第一个团体，也希望我们可以向外面的世界推广阿里山的美景，希望大家可以到阿里山观光。对，要介绍一下这当中谁比较像大姐姐照顾大家？我蛮多大姐姐的，对，年龄上面也是大姐姐。朋友没有啊，然后对台湾也很陌生，然后诗雅他会带我到处逛逛啊，还有带我认识一下大家这样。因为大家都到子豪就是天王天后的，知道知道，跟他合作会不会就是一起会不会压力很大？一开始见到子豪老师，其实大家都就是那种被素质的那种老师好老师好，但是老师真的是非常很亲切，有点像爸爸一样，就是时不时出现哎吃饭了没啊，就是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啦，就是老师这么重这么大的人物都愿意为了我们，我们当然不能放弃，要更努力，在我面前一定这样子。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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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阿布好了。很帅很帅。没有，因为他们都很辛苦嘛，那工作人员压力很大，所以对他们要求都很严格。那因为工作人员既然大家都很严格，我就不要再给他们压力这样。钟老师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是怎么样训练这些成员？因为他们其实很不容易，因为很多都要上课哦，然后有一些。不住在台北啊，都在外县市上课，所以能够凑在一起的时间就是六日的整天都没有停的，然后周三周四的晚上就是下完课赶快冲过来，七点多开始练，对，然后有时候他们饭都没吃，所以为什么我每次都问他们说吃饭没吃饭没，就是我很怕他们营养不良，因为年纪都那么小，所以。又要漂亮，又要瘦，又要有体力，然后又要健康，不容易。所以，就是给他们各种不同的训练，让他们除了唱歌跳舞之外，其实还有包含他们自己自媒体的经营啊。那现在接着又要做直播啊，这些东西其实都不断的每天都在跟他们沟通当中。过两天就是圣诞节，老师是不是有送一份礼物要给团员们？对。我们特别就是希望说，如果 YouTube 的点击有超过十万的话，租一辆大大大大的巴士，这样上面全部都是他们照片、就是，走在台北街头，对对，最棒的推广方式，希望大家可以 YouTube 帮我们点阅一下。而且这 MV 真的很好看，我百看不厌，真的。而且我觉得他们运气真的蛮好的，因为天气很好。对，因为我们在等，其实我们有改期。就为了天气，我们就改期，就等那个日出，真的让我们拍到了，真的是很棒。老师，那有没有想过，如果突破100万，有还有什么样子作为奖励呢？更大的？如果突破100万的话，我们就立刻再出一张，好吧？啊，真的，真的，我们就是如果真的大家这么支持他们的话，我们就会用最快的速度再出一个单曲。来，谢谢大家。大家有听到吗？老师说，如果突破100万的话，马上再出一张单曲。那靠大家了，靠大家。真的靠大家了，靠大家了。